你好，欢迎收看最在地的大新店地方新闻，我是周文轩。首先带你掌握今天的新闻摘要。长病毒疫情发烧，目前新店、三峡也出现了71型病例，同时被列入了高风险区。一年一度的共寮海洋音乐季来喽，今年首创10强走唱，要让摇滚种子遍地开花。新北市政府和长荣航空合作推出了10大主题魅力路线，要吸引韩国观光客到新北市一游。文山国中在104学年的新北市科学展览竞赛中再创佳绩，总共荣获了5个奖项。而到了深坑，大家都会吃豆腐，但是您知道豆腐是怎么做的吗？今天的旅行食堂就要带观众朋友一起去体验豆腐 DIY。电视机前的家长们要注意了，新北市出现了第3、第4例长病毒71型的个案，分别是新店区6岁女童，还有3峡区3岁的女童。目前2个人已经痊愈，不过现在包括了新店、三峡、新庄、板桥等4个区域都被列入为高风险区，请大家务必要勤洗手，预防长病毒。长病毒疫情持续升温，新北市检出第3、第4例长病毒71型个案，分别为新店区6岁女童，还有3峡区3岁女童。目前新北市包括了新店、三峡，还有新庄、板桥都列入高风险区。区内的幼儿园、托育中心，1个星期内同一个班级，只要有2名以上幼童诊断为长病毒，都必须停课7天。新北市卫生局指出，今年截至5月31日，已经接获13例通报长病毒感染并发重症个案。通报疑似病例数超过去年同期的2倍。由于长病毒的传染性极强，主要是经由肠胃道或是呼吸道传染，潜伏期平均约为3到5天。发病前数天，在喉咙及粪便都有病毒存在，就开始具有传染力。通常以发病后1周内传染力最强，因此感染的幼童务必要在家中休息7天，再返校上课。另外，卫生局呼吁，勤洗手是预防长病毒最好的方法，请民众加强防范。这是民众们其新店采访报道。去年受到88城报的影响而停办的共寮海洋音乐季，今年再度回归啦，并且首创10强走唱计划，在活动前会在全台各地演出，要让摇滚种子遍地开花。今年的海洋季将在7月22号至7月24号热情登场，邀集了国内外7个国家，总共有58个乐团轮番开唱，要让乐迷们一起嗨翻天。新北市共寮海洋音乐季从2000年开办以来，已经迈入第16届，不但成为国际指标性音乐活动，也是独立乐团的最高摇滚殿堂。今年即将在7月22号到24号热情登场。新北市副市长陈生贤就表示，海季之所以特别，就是对于支持原创音乐的态度始终不变，因此才能孕育出无数出色的音乐人。累积多年像海洋般强壮的生命力，所以这股巨大的力量也培育出我们无数的音乐人，而且它秉持代表着一个独立乐，就是一个独立音乐的一个独立舞台的一个精神，同时它对原创音乐的支持从来没有改变态度。今年的共寮海洋音乐季还首创了10强走唱计划，随着走唱巴士进场，每一位独立乐团成员们个个超兴奋，因为去年受到了88城报影响停办，今年则能够带着摇滚种子遍地开花，要用最热情的演唱给乐迷们一个全新的视听享受。保留去年的那个排序顺序，然后今年就是再比一次，我们觉得很开心，因为去年以为没有机会了，就停办了，然后延到今年，觉得大家一定会尽力去表现。除了十强走唱，在为期3天的活动中，还邀集了国内外7个国家，总计58个乐团轮番开唱。我们这10强在正式比赛前，他们也会到各地去走唱。那第三天呢，就是我们7月24号世界摇滚来战声来战星啊。一共有7个国家、17个乐团，他们一共会来到台湾，来演唱世界各国最有名的摇滚音乐，也展现他们自己的特色。而从现在起，乐迷们就可以上网投票支持喜爱的乐团，同时期待7月盛夏阳光与沙滩啤酒的海季到来，一起感受充满生命力的 rock 精神。记者杨邦友、赵芳琪，新北市采访报道。
新北市政府和长荣航空再度合作，将在6月7号在首尔举行的推介会上公布超值优惠的旅游产品，希望借此能够吸引更多的韩国旅客来台观光。新北市观光旅游局就表示，已经规划了十大魅力主题路线，为的就是要让韩国旅客感受到新北市的美好，同时搭配航空公司的 Hello Kitty 彩绘班机，相信将会再掀起一波新北观光热潮。平溪天灯、猴头猫村、野柳海岸风情等等，这些新北市特有的美景每年都吸引了许多国外观光客朝圣。而新北市政府今年再度与长荣航空合作，将于6月7号在首尔举办的旅游推介会上公开超值的优惠旅游产品，希望能拓展多元客源，让更多韩国旅客感受新北市的美好，拓展更多的多元的客源，国际观光客的客源来到台湾，然后能够欣赏台湾跟新北市之美。那我们也谢谢这次非常多的观光工厂，还有饭店，还有所有的伴手礼业者能够跟我们一起合作，能够把最好的产品带到韩国。我们也会透过韩国的观光剧，很多综艺节目来推广新北市的每一个好山好水。为了因应这次的活动，新北市观光旅游局特别针对韩国游客喜好规划了十大魅力主题路线。另外航空公司则推出了最夯的 Hello Kitty 彩绘班机，要让整个旅游行程更具有吸引力，也把我们最夯的 Hello Kitty 机呢，最近刚入选了全世界八大彩绘机啊，我们在特别用在这条线上。那我们也特别安排了4天3夜的行程呢，希望所有的韩国的旅客到台湾来了，到新北市都能够感受到它的温馨。新北市观光旅游局表示，韩国旅客来台人数连年攀升，已经在各热门景点及重要交通枢纽设立了外文指标，并且制作多语版折页及观光旅游网，希望让国外观光客能够更加便利。而这次的合作也期盼能再次带动一波新北旅游热潮，为新北市的观光带来更多商机。记者杨芳友、张芳琪新北市采访报道。新店区文山国中参加104学年新北市科学展览竞赛，一共荣获了特优国展一件、优等两件、甲等一件，还有特别奖一件。其中数学科作品更蝉联了四年，代表新北市参加7月份的全国中小科学展览竞赛。文山国中也因此连续四年获得新北市推动科学有功奖。新店区文山国中参加104学年新北市科学展览竞赛，成绩亮眼，包括探讨去除重金属污染方法的伞形科植物吸附铜离子之效用，获得化学科甲等奖；校内重音现象的观察与探讨，获得生物科优等奖；以及最佳乡土教材奖，邮票思路获得了数学科优等奖；而西泽福斯线段笔直问题的推广，则获得了数学科特优国展奖。名次出来之后，心情是有一点激动，然后而且有一点兴奋。然后呢，我觉得我们这一年来的努力真的有收获，而且我学到真的非常多。其实我们两个也是第一次参加科展，就是上国中我们才7年级，第一次科展我们得到了优等，我们觉得这个成绩出乎我们意料的好，感觉很好。然后我们就是那么久以来这个东西有回报。文山国中校长陈忠明表示，四件获奖作品的作者都是文山国中数理资优生以及科学社的学生，透过专业师资团队指导进行独立研究课程，将学生具备的天分催化转变成领域才能。科展教师团队负责老师肖伟志则指出，学校十分重视学习正确的科学概念、态度及方法，让孩子能够建构完整科学探究的历程。有我们这个相关的老师，然后跟同学去晤谈，了解这个学生的一个潜能，然后个别把这些人找来，再设定主题。所以设定完了之后呢，我们再去做相关的研究，然后每天跟老师跟同学一直的一个这个参考各方面的一个资料，然后来做这个研究跟发展。我们会再慢慢带着小孩从一篇篇的研究，从一开始的动机，然后他为什么要做，用什么方法，到最后我们其实连训练发表都花了蛮长时间。我们四件作品大概平均每个礼拜他们至少花10小时，我们整整花了9个月的时间。这次的科展佳绩让文山国中连续四年获得了新北市推动科学有功奖，其中石博允与全云的数学科作品更将代表新北市参加7月份全国中小学科展竞赛。记者申平、张门琪新店采访报道。
先让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广告过后是旅行食堂的单元，我们马上回来。我爱妈妈，感恩有您，大新店宽屏陪您一起欢度母亲节。现在申办大新店宽屏高妹数方案，就抽 Osen 刮痧按摩棒等好礼，速洽2917-3939。他如果比较大的轮胎，看得好心酸。我是不是有被揪过啦？就不知道怎么会歧视我。那其他之前也，怎么办呢？你的头都撞到我的救护车。上个星期的旅行食堂，我们的外景主持人甜甜和蓉蓉带着观众朋友到深坑老街吃了美味的豆腐甜点，而今天呢，则是要带观众朋友一起来体验豆腐 DIY。 你想要知道怎么做出好吃的豆腐吗？马上就来看看今天为您准备的旅行食堂。来到深坑，除了吃豆腐，还可以自己动手做哦。Hello， 高老师。嗨，你们好。今天要来跟你学习怎么做豆腐。其实做豆腐很简单的。那首先材料里面这个豆浆，我已经煮开过了，已经磨好煮开了。但是现在呢，我们还要再把它加热一下。那大概要加热到80度。79。耶，80度了耶！好，80度我们就差不多了哈。好，来温度计给我。好，接下来我们先把火关掉。要做成豆花需要到凝固剂，我们准备了，好，材料在这边。好，那这个凝固剂呢，我们它的名称叫做盐卤。盐卤。对，我们是盐巴的盐，那个三点水那个卤，卤肉饭的卤，三点水的卤。好，好，来，那盐卤是从海水里面提炼的。所以它属于比较自然、比较健康的凝固剂。好，那接下来是做豆腐的关键动作了。好，那你要仔细听了。接下来，盐卤加到豆浆里面，豆浆很快变成豆花，所以我们要让它效果更好，要先把它溶解在水里面。已经快点。时间呢？到时间好，再来。好，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豆花用大瓢羹把它移到模型里面。好，对，就这样一瓢一瓢把它挖过来就好了。哎呀，这是豆花。哎，对，像蒸蛋一样哦。冷却后的豆浆竟然变成了豆花，杰克啊，真是太神奇了。不过老实说，更神奇的还在后头哦。现在就要看甜甜和蓉蓉他们做豆腐的功夫咯。看他们俩七手八脚的，现在知道要把豆花变豆腐不简单了吧。快呀，要吃豆腐就先使出你们的吃奶力量吧。哎呀呀呀，连椅子都站上去了，算你们聪明，你们可要压好一点，可别把豆腐给压坏了。甜甜姐姐，做豆腐很不简单的，刚刚我花了好大的力气压豆腐，就怕没压紧，到时候打开就全大了。那你想不想赶快看自己做出来的豆腐啊？我好紧张呀。好，那我们把盖子打开。叮叮叮叮，切克切克，到底甜甜蓉蓉做出来的究竟是不是豆腐呢？第一条，真的是豆腐哎！这小呆瓜，当然是豆腐啊，难不成会变成兔子出来啊？那我们就把豆腐拿出来了。
豆腐完成了，很棒哦。那想想吃看自己做的豆腐到底什么滋味呢？虽然这豆腐长得很勉为其难啦，但毕竟是自己做的，应该特别好吃吧。新鲜的豆腐只要淋上酱油就很好吃，算是有回馈到你们两个卖力的做豆腐啦。只是甜甜姐姐，你一路介绍吃的也该来去走走吧，不然啊，这样吃下去会出现两个小胖妞哦。紧接着让我们来看看波贝亚提供哪些地方上的活动讯息。大溪内宽平欢庆母亲节，强档电影戏剧让妈妈看个够，现身办超级数位家庭方案，享受极速光纤上网，上百台精彩频道，热门电影随选随看，全方位居家监控等八大服务。5月31日前申办，最高再送2000元礼券，快拨2917-3939。妈妈您辛苦了，即日起凡是申办大新店有线电视、宽频或是数位机上盒等，就有机会将 Olsen 刮痧按摩棒带回家解除疲劳哟。活动详情请洽2917-3939。105年房屋税缴纳期间为5月1日至5月31日，提醒您如期缴纳。缴税方式有7种：现金临柜缴纳、金融机构存款账户转账缴纳、自动柜员机转账缴纳、信用卡缴税等等。综合所得税从5月1日起开征，缴纳期限至5月31日截止。今年增加健保卡加密码报税，欢迎民众多加利用网络申报。由新北市文化局举办的第6届新北市文学奖征文活动开始了，即日起至8月15日收件，欢迎踊跃投稿。相关简章及报名资讯，请至文化局网站查询。以上更多的新闻内容，民众都可以前往大新店有线电视的官网或者是脸书粉丝团上查询点阅，欢迎民众可以多加的利用。我是周文轩，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